他经常忘记这个东西，忘记那个东西，就是这个转得快，那你就让他不要让他吃鸡精味精，让他吃这个。对，把咱们家里面的那个那些鸡精味精调味品换成黑松露，哥姐叔叔们是一个很好的，不要吃太多鸡精味精，对咱们自己小朋友在读书阶段，更何况对不对？在读书阶段脑子转不过别人是不好的，哥姐叔叔阿姨是不是？是的，哥姐姐可以拿来泡水喝，但是你们那个。太奢侈了，太奢侈了。这个拿来敢泡水喝的话，那肯定是一个土豪。如果说你有那个条件的话，你拿来泡水喝是更好的。对。但是我不敢泡水喝，真的，真的。太奢侈了。亿万富翁他都不敢拿来泡水喝，这个为什么？因为太贵了。今天160包，为什么是给到你们哥姐叔叔阿姨？是因为批价格都不一样。你们如果说去大城市里面，你们去问一下韩松若，哥姐叔叔阿姨。对不对？今天给你们是多少？这个168一两，哥姐叔叔阿姨们。对呀、啊，它是一个很稀缺的，物以稀为贵，你们知道吗，家人们？物以稀为贵，咱们平时在市面上看见多少翻了多少倍了，翻了十多倍了，哥姐叔叔阿姨翻了十多倍了，太卡了是吗？现在还卡不卡，家人们？现在还卡不卡呀？不卡了吧？行。还卡吗？不卡了，应该。黑松露，对，新进来的哥姐叔们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就是黑松露，实打实的品质我们是可以保证的，实打实的健康我们也是希望哥姐叔们去体验去感受，在大城市不是你们有钱就买不起，不是，是怕你们买不到这么好的品质的黑松露，哥姐叔的时候就要买这种块头大，现在看到上面的膜都对，不要去买这种边角料啊，边角料咱们就不要去买了。哥姐叔叔阿姨，我跟你们讲啊，因为很多话不能在这里说。嗯。小星星，这里。对，就是这些房子。对。咚咚咚。赞赞赞赞，哥姐的小星星，对不对？嗯、什么赞赞的，哥姐叔叔阿姨一定要去喝，不好不怎么好的一定喝，胃胃什么不好的喝。嗯。想什么肝。什么干干不好的喝，对，去尝试，家人们，对，哪里真的一定要去吃这个，让他调那个调味品啊，家人们可以拿去当调味品，当然如果有能力有条件的话，你们可以就是拿去就单独的去吃，但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去汤里面，拿去炒菜里面，咱们磨成粉在里面加一点，对不对？这样咱们就可以彻底的摆脱鸡精味精，不要再去碰那些东西，是不是、啊、哥姐叔叔们，平时你们可以直接拿这么一片放在汤里面去炖煮去炒菜就够了，如果懒得去打粉的话，当然也可以拿去打粉，打粉是最好的，因为打粉的话你们放的那些东西你们可以自己控制，如果一片一片放的话其实也放不了多久，是不是、啊、哥姐叔叔们，好，拿了调味品，哥姐叔叔们，咱们就不需要再需要那些什么鸡精味精，咱们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正在读书的阶段，小学初中大学这种在备考的经常需要用到这里的，哥姐叔叔们少去少让他们去碰那些鸡精味精，把鸡精味精换成这个黑松露，还有咱们家里面上了年纪的哥姐叔叔们，如果有这样的爸爸妈妈的话，就是这个地方经常动动动的，就也去把你们的鸡精味精把它换成这个黑松露、啊、放在汤里面去炖煮给你们喝，来哥姐先最后一单给你们上最后一单，谁抢的就谁的，多的给不了了啊、嗯、来10 9 8 7 6 5 4 3 2 1，哥姐姐给你们上最后一单、啊、行，那最后一单家人们你们谁抢到是谁的，168，哥哥姐姐一两，虽然觉得贵，但是你再去外面的市场上你去看一下，168你能买得到它吗？买不到，真的买不到，对不对？少了1000多块钱你买不到一两，你在外面买，来168给你们上车了，家里面对不对有孩子有老人一定要让他直接去煲汤喝就行了，对不对？放在那里，对不对？放在汤里面直接去炖煮，放在菜里面直接去炒，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今天168你们带回去的不仅仅是黑松露啊，哥姐叔叔们，我们实打实的说，你们带回去的更是一份健康，把鸡精味精换成什么，换成黑松露，可以打成粉，可以直接放在汤里面去煲去炒菜，都是很好的，家人们。我有点是先拧开了，好的好的好的、嗯、没有问题，家人没有问题，好了，没有了啊，哥姐姐，最后一单被抢了，家人们没有了，真的给不了了，哥姐姐，你们有一个没有付款，抓紧时间付款啊！对，
不要犹豫，家人们，平时咱们在外面所有的大城市其他的播播间看到的这些黑松露都是多少，都是上千块钱，是不是家人们？咱们在沿海城市去看店的这些黑松露都是上千块钱一两，哦，不说一斤了，一两上千块钱。但是今天在佳薇的直播间给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品质，可块头有多大，品质有多好。对，有一个姐姐和阿姨没付款，抓紧时间付款啊，我下了，没有付款的，等一下你没付款的话就踢掉了。嗯，好的，行。还占着名额是吗？行，那哥姐叔叔们不要犹豫了啊，这个品质的黑松露，这个品质的黑松露，这个价格的黑松露，你们带回家是买不了吃，上不了了啊，上不了了啊，上不了了啊，买了加急。好嘞，没有问题，家人们，上可以上不了了，那我就把它给收起来了，哥姐叔叔们，我就把它给收起来了。这位我们休息一下，我等一下再帮你再好，你累了吧？对，不好意思，哥姐姐，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卖好不好？好的话你们打个好，好的话你们打个好。李哥帮我讲了，李哥帮我讲了一下午了，还有哥姐叔叔们也在这里陪伴了我一下午，很感谢你们，谢谢，太感谢了。谢谢李哥，谢谢哥姐叔叔们，谢谢你们一直陪伴着我。对，有点累了，我感觉。拍了一单是吗？好的，没有问题，家人们，拍了一单，我们这边会看得见的。行，哥姐叔叔们，那让李哥休息一会儿吧，我跟大家聊会儿，好不好？让李哥休息一会儿，我跟大家聊一会儿。哥姐叔叔们，这会儿都吃饭了没有呀？吃过饭了吗？哥姐叔叔们，吃过的打个吃过，好不好？这几天能到杭州是吗？应该是三四天左右，三四天。有可能你们走到一起了，我们能走到一起都是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的支持撮合，去帮助我们两个，给我们两个铺路，我们两个才能走到一起，对吧？吃过了是吗？哥姐叔们，咱们现在冬天到了，一定要就是好好吃饭，好好保暖，对不对？你们那边今天天气怎么样？我们这边今天是出了太阳，但是下午的时候又开始转阴了。但是今天晚上不是很冷，今天晚上不是很冷。吃过了吗？吃的啥呀，家人们？都吃过饭了是吗？佳薇会开车吗？佳薇不会开车，家人们，我不会开车。我在家里面，我拍了一单。好，家人们，谢谢你们的支持啊，谢谢你们支持。希望你们收到这些所有的农产品的时候能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好的体验，以后还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找佳薇，真的很感谢你们。差不多，我们这里也没有太阳啊，我们这里今天是出了太阳，然后下午的时候又开始转阴了。晚上好，晚上好，新进来的哥姐叔叔们晚上好，你们好，好久不见，是新进来的哥姐叔叔阿姨们吗？对，我跟李哥大概有两个月没有给大家合体直播了。对，没有合体直播了，所以今天很开心。包括我跟李哥也商量着，后面就出去工作，出去上班，也离不开各位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的支持，真的很感谢。晚上好，晚上好，新进来的哥姐叔叔们晚上好，咱们全屏保。好，新进来的一直在这里的，咱们都把晚上好扣在公屏上，好不好？送给咱们自己，送给咱们直播间的家人们，晚上好。第一次看见我啊，第一次看见我呀，家人们，咱们直播间里面有没有一直关注佳薇的？有没有呀？有的话打个有，好不好？就是从最开始李哥和我第一次见到就关注了佳薇的，有没有？哥姐叔叔阿姨，有的话你们飘个有。晚上好，晚上好，新进来的哥姐叔叔阿姨们，喜欢佳薇的可以给佳薇点点赞，还没有关注佳薇的可以给佳薇点个关注，这里还有个粉丝团，对，有是吗？只有七个，咱们直播间现在已经有5.5万的场观了，只有七个哥姐叔叔阿姨们是从最开始关注佳薇到现在的嘛？哎，我看涨了，37个啊！谢谢你们从刚开始就关注佳薇到现在，佳薇胖了是吗？哈哈，谢谢。谢谢哥姐叔叔阿姨们，我是被你们带来的幸福给养胖了，谢谢你们，谢谢。晚上好，没有家人们，我们冷不冷？我们这边今天多少度呀？我看一下，我们这边今天应该有5-6度6-7度左右的样子，今天还是有5-6度6-7度的样子。咱们让李哥休息一下，他已经帮我讲了一下午了，还是蛮累的。
我看一下我们这儿今天多少度啊，哥姐叔叔阿姨。我看我的网速有点慢，我的网速还有点慢。钙片吗？钙片没有了，家人们，钙片没有了。之前那个钙片是李哥的一个老板朋友，是他那里我们就是给到哥姐叔叔阿姨们的。我这里没有那个吗？有点冷是吗？我这个网真的太差了，家人们，我这个网太差了，我看不见。手机卡了是吗？一到晚上就是这样，哥姐姐们，一到晚上我们这里网就不太好。李哥，李哥在那儿休息呢，在那儿休息。这是我们家的厨房。你们今天21度啊？哇，21度那还是一个很但是中午21度可能昼夜温差比较大，对不对？哥姐叔叔阿姨，昼夜温差比较大。但是我们这边呢基本上都是最近啊，最近都是个位数了，都是5度以下，五度以下。来吃喜酒，谢谢谢谢你们，喜酒到时候肯定会通知你们的。太卡了，卡吗？现在我看上面显示的还不是很卡，好像不卡呀。谢谢谢谢真姐姐姐是吗？谢谢谢谢谢谢。对，哥姐叔叔们，你们平时-9度，哇，那确实还是蛮冷的，对吧？一定要多多就是注意。而且最近不是那个口罩又开始流行起来了嘛，所以我们就不要，就是尽量少接触其他人，就少接触。对，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在无形之中的，我们也不能保证，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量让自己远离那些东西。所以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就是保重自己的身体，就是出门的时候最好还是咱们把口罩戴起来，尽量少与人接触。你用李哥的手机播就不卡，我的手机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我们这里那个信号的问题，家人们。哦，我们这里今天6度，家人们，这里今天6度，现在是6度，现在是6度，我们-20度，哇，那得多冷，是住在漠河吗？这么冷，-20度。粘人保密吗？什么意思？粘人保密吗？是什么意思？姚爽。佳薇，天气冷了要注意保暖，谢谢。好，我会注意保暖的，哥姐叔叔阿姨们，我是年轻人嘛，年轻人，我体质还是蛮好的。那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也要就是好好的保暖啊，多穿点衣服。年龄是吗？年龄我没有保密，哥姐叔叔阿姨们，年龄我没有保密啊，我跟李哥的年龄，很多哥姐叔叔阿姨们都是知道我多大，李哥多大的。售后是吗，家人们？售后我们有那个的，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就好了。我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哇，那么远，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大草原，然后手撕牛肉，牛肉干。你好，问问小李什么时候娶你？哎呀，哥姐叔叔阿姨们。慢慢来嘛，这个东西换也换不得，只能先把眼前的事情给做好，对不对？工作的话就把工作的事情做好，再去谈结婚的事情，先把个人素质完善了，然后再去慢慢的怎么说呢，然后再去慢慢的去考虑一下其他的问题，一件一件的慢慢排过来，不然的话什么时候回上海玩？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会再去的，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会再去上海的，家人们。对我来说上海已经算是第三故乡了吧，第三故乡了，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一直待在我们这边，然后后面的话就直接去上海待了嘛。
还有贝母们是吗？知足，这样好不好？再过两天看一看我能不能收到贝母，再过几天看我收到的话，我就开直播，到时候你就进来看好不好？李哥走了，李哥没走，家人们，李哥在外面稍微休息一下，确实累了。你看人家一个大老板被我拉来，就是帮我带这些农产品，而且还在这里给大家讲了一下午，确实李哥还是蛮累的，他今天都是抽出时间上来找我玩的。哥姐说你们觉得李哥人好不好？他今天这样帮我跟我的叔叔去直面的讨论这些问题，我觉得李哥真的让我很感动。你们觉得李哥人好不好？好的话你们打个好字行不行？对，他能够这么直面的去跟我的家人去探讨这些问题，其实我是很感动的。因为之前有很多哥姐叔叔阿姨们说佳薇和李哥这样那样，有一些凭空捏造凭空想象这种东西太多了，所以我是今天确实是让我一直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就很感谢。李哥是很好的人，对家人们，李哥确实是很好的人。李哥帮小花小东，是的，你自己好才是真的好是吧？那我肯定觉得好呀，但是我也希望哥姐叔叔阿姨们跟佳薇一样去认可李哥，去相信李哥，支持李哥。李小李是特别善良的人，谢谢谢谢。你们要互敬互爱。好，哥姐叔叔阿姨，我叔叔不好，但是我家人确实担心嘛，担心也是正常的，确实会担心自己家的小孩，更何况我是个女孩子，对不对？他们会担心，我也能理解，只不过说是他们就是不会那么的去变通，他不像佳薇，我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就是也不像哥姐叔叔阿姨们嘛。我家里面的这些爸爸妈妈长辈，他们都是基本上他们受到的文化教育程度是很低的，对，他们受到的文化教育很低，所以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来源于这个小小的村落，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这样堆起来的他们的三观，所以跟我们很多人是不一样的，不会那么的去变通。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就是把孩子留在身边，去循规蹈矩的走那条传统的道路。谢谢谢谢，请回什么回什么，我看一下。没有家人们，没有同居啊。李哥挺好的，有善良，是的，李哥确实很好啊。哥姐叔叔阿姨们，你看他一个小小三年级毕业的一个愣头小青年是吧，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觉得他可能中间也受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所以我是很敬佩他的。老封建不好，要改。但是家人们，你们想一下嘛，我爸爸妈妈已经年过半百了，年过半百了，怎么去改呢？很难改了，已经。可能这个东西就伴随着他们一生了。李哥也很有担当，是的，对。我觉得李哥能做的这么成功，这自然也少不了他本身就有的一些品质，有担当，有责任，有善心，对不对家人们？我觉得成功人士可能身上离不开的一些品质的话，就是善良首当其冲，其次是有担当，有责任，这样的话才会把事情做远做长。夏薇非常善解人意，特别懂事，谢谢。我觉得没有家人们，我是实话实说，我真的是实话实说。有小猪在叫，有小猪在叫。对，我是实话实说，这些都是李哥对我，就是和我相处下来，我的所感所想所得，真的。你一定要选择李哥才会幸福。好，谢谢谢谢哥姐叔叔们，谢谢你们。佳薇你有没有弟弟妹妹？你们不知道吗？哥姐叔叔们，佳薇有没有弟弟妹妹你们不知道吗？佳薇是有弟弟妹妹的，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家几姊妹？哥姐叔叔们，
知道的话你们把数字抠出来好不好？佳薇家里面有几姊妹，你们把数字抠出来，是一个还是两个还是三个还是四个？我之前有在直播间里面讲过我们家有几姊妹，善心的我知道三姊妹有三个有四个啊？怎么有三个有四个的？不知道才关注我是吗？哦，佳薇家里面的话有四姊妹，家人们，对，很多一直关注着佳薇、了解佳薇的哥姐说们肯定都知道佳薇家里面是有四姊妹的。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基本上都是觉得孩子多的话可能就比较热闹吧，家庭比较热闹，所以我们家里面是三个女孩一个男孩，三个女孩都是大的，然后男孩是最小的，就是小弟弟，对，我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佳薇，你为什么把那么好的工作机会丢掉了？太可惜是吗？哥姐说们，其实这段往事我是不想提的，我真的是不想提。但是之前我有在直播间讲过，你们也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的原生家庭，可以反映出来我为什么不要这份工作，好不好？人多力量大。对，可能以前传统人的观念就是多生孩子，人多力量大嘛，就是干农活这些呀、啊，都有人帮助帮衬，对吧？以后会有更多出彩的机会，谢谢谢谢家人们，谢谢你们。我哥姐叔叔阿姨，佳薇实打实的说，我相信以后我的每一次出彩都是因为你们的照耀，都是因为你们的光芒。一点一点的把佳薇堆起来了，我才会更加出彩。谢谢你们哥姐叔叔阿姨，真的很感谢。我要考的是空姐，是的。你们那地方太落后，也不是，现在不像以前了。相比于以前来说，我们已经跨了很大一步了。就是像佳薇这一辈的，基本上都是接受了教育的，很多。不见男孩不罢休，怎么没见过我家弟弟妹妹是吗？弟弟妹妹就不让他们露镜了，家人们就不让他们露镜了。佳薇刚拍了豹子粉，麻烦帮我装半斤一罐。好好的，好。李哥在休息，屋里却那么朴素。确实，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经常烧柴嘛，烧柴的话就比较。那些烟呀、灰呀会堆在上面。佳薇，我怕你以后发展李哥不是你想要的偶像。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哥姐帅们？李哥都还没开始担心，但是哥姐帅们，我佳薇的话。不管以后我飞到哪座山，飞到哪个城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层，但是我依然会记得我是一个农民的孩子，我依然会保持自己的那份善良，那份初衷，我不会去做那种怎么说呢，不会去做那种众叛亲离，去做那种什么呢，去做那种不道德的事情。因为我太优秀，没有家人们，我只不过说，可能咱们直播间的哥姐叔叔们觉得佳薇像你们的孩子一样，咱们看着自家的孩子就是乖，对不对？但是呢，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既然对我寄予厚望呢，那我会慢慢的去完善自己，人是会变的。有句话怎么说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不对？哥姐叔叔阿姨们。本性难移，如果说你所表现出来的责任担当、善良那些好的品质都是装出来的话，那迟早有一天会把你打出原形。但如果说你是确确实实骨子里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就是刚正不阿的人，出淤泥而不染的人，那你怎么去改变他？可能会有一刹那的动摇，但是他终究会选择正义的这边。
佳薇不理我，公屏滚太快了，家人们，我看不见你们说的啥。好久没有看到李哥和你直播了，我跟李哥刚刚还在一起，家人们还在一起，只不过现在让他去休息了。这言之有理。不管以后发展怎么样，一定不要忘记李哥。好，哥姐叔叔也蛮可以的。我明白你们的意思啊，吃水都不要忘了挖井人，更何况是你人生中的贵人，对不对？哥姐帅们，吃水都不忘挖井人，更何况是生命中的贵人，生命中的伯乐，是吧？虽然咱们平时都有一句话，就是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但是这束光也要照在你的身上，你才会有反光，对不对？如果没有光的话，你怎么会发出光芒呢？你除非你是手电筒呀，电子产品，对不对？咱们这个世界上，你就比如说是钻石，钻石你也要有光的照耀，它才会发得更亮，都是一个反射光。总会有人为你负重前行，为你去遮风挡雨，为你去指明前进的方向，才会怎么样？才会让你发光发亮。请快递放在一起。好，家人们，可以的。李哥去在外面呢，他在外面跟就是好像是邻居的小朋友吧，在那儿嘀嘀咕咕的。我也想问什么学历，口才好，思维清晰。佳薇是大学毕业了的，家人们。我大学毕业了，然后我读的是航空乘务专业，航空乘务。这有了解过佳薇的哥姐叔叔阿姨们啊，应该都知道佳薇是从航空学院毕业的，就是我也可以很明确的跟大家说，我是从上海民航毕业的，上海民航局直属的一个院校。你一生遇到李哥，引导你人生路更辉煌。是的，确实，这个是我无法否认的一件事情。佳薇，我太喜欢你了，谢谢知足，谢谢知足姐姐，谢谢。各姐叔叔们，喜欢佳薇的可以给佳薇点点赞，还没有关注佳薇的可以给佳薇点点关注，好不好？空姐多好，收入也高，确实，收入的话基本上能保证自己也可以补贴家用，但是呢，佳薇的话实在是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所以就选择返乡。佳薇，你们结婚直播吗？你们想看直播吗？哥姐叔叔阿姨们，想不想看我？怎么又扯到结婚的话题了？越来越漂亮，谢谢，好久不见，新进来的哥姐叔叔阿姨们，好久不见。想看吗？想看的话，你们打个想看，我看有多少哥姐叔叔阿姨们是想看我结婚的。有雪燕吗？家人们，雪燕。雪燕有，但是没有泡，没有泡。想看是吗？看我现场直播，现场直播呀，现场直播的话，到时候行。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到时候给你们现场直播。谢谢，谢谢送的，谢谢送的礼物，那个是什么礼物呀？我也不会看哦，送的晚安，谢谢谢谢。太感谢了，不用送礼物，哥姐说阿们，佳薇就跟你们聊聊天，聊聊天就好了，我们在这儿聊聊天，不用送礼物啊。喜欢佳薇的给佳薇点点赞，就我就很开心，很心满意足了。二师兄结婚，你们想看我表姐结婚吗？哥姐叔叔阿姨，怎么有在说看表姐？哦，你们那个厕所的灯坏了吗？啊，对，啊，对。你找不到路了吗？不是找得到呀，我这你没摔着吧？没有，那就好。那个厕所灯坏了。今年几？哥哥姐姐们晚上好，给你们鞠躬，晚上好。
晚上好，晚上好。到时候给你发红包，谢谢谢谢，不用家人们。嗯。25。我刚刚谁送了一个大礼物呀？大礼物。啊。啊，我还以为就是一个。哥姐姐，你们就不用送这么大的礼物。如果说真心喜欢佳薇的和小尼的，那就这样吧，你们就每人送个1毛钱的东西就可以了，就可以就帮得到佳薇。嗯，就你们送那个再多的那个钱不行的，因为做个1毛钱，每人刷个1毛钱的话就，能做一下数据嘛，对不对？嗯嗯嗯，对不对？就能帮得到佳薇了，好不好？谢谢你们。爸爸妈妈们不用多刷，每人刷个1毛钱就可以了。谢谢你们，谢谢，好不好？哇，谢谢我陈烂肠，谢谢送来的1毛钱的小爱心，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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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人送个1毛钱就行了，谢谢你们啊。哇，谢谢谢谢。你要好、哦、好的家人们，可以没有关系，恭喜恭喜，同喜同喜。谢谢送的粉丝灯牌，谢谢。谢谢你们哥姐叔叔阿姨们，对，就送一个1毛钱的小东西就好了。哎，咱们图个开心，对不对？咱们图个开心，谢谢。并加入粉丝团，对，还没有进入粉丝团的各位哥姐叔叔阿姨们可以进入一下粉丝团哟。平时的话，我可能我们会在里面跟大家聊天，聊聊天呀，或者是分享分享一下，拍拍视频呀，对不对？谢谢你们。这不是我弟弟，家人们，不是我弟弟。我们是哪里人是吗？我们是四川这边的，家人们，我们是四川这边的。谢谢。怎么进？这里，这里，粉丝团上面有的，你们可以看见的，家人们。好久没见佳薇，好久没见，好久没见。来了，进来了。啊，吃饭了，这是你堂哥啊。啊，对，吃饭了啊。对，吃饭了。哎呦，他端这么菜菜来，堂哥，哎呦，哎呦，真的，吃饭了。哎，怎么那么麻烦？不用的，行行行，好的。哦。好，那哥姐叔叔阿姨们，我们把这个拿过来吧。对，拿过来，拿过来。拿过来，给他这。哎呦，他哥怎么端这么多菜来呀？谢谢啊，麻烦你了，真的是。我来，我来，我来。哇，煮了腊肉呀！哇塞！哇塞！哇塞！都是我喜欢吃的。哇！我把门关了哈。哥哥叔叔阿姨们，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哇，哇塞！看到没有？哇塞哇塞哇塞！哇塞哇塞，腊肉嘞！哦，我去拿那筷子。哎呦，我去拿吧，佳薇。我来拿，我来拿，你找不到呢。堂哥，一起吃呀、啊！我吃了，你们吃吧，你们吃。哦。哎。哎呦！哇哟，哥姐姐们，你们吃饭了没有？你们吃晚饭了没有？对，他们这边的话是在，哎，什么？他们这边就是在地上吃的，哥姐叔叔阿姨，我们要，他们也有桌子的，但是放在地上吃，他们这个习惯就是风俗。那，有饭桌的。哦，吃饱哈、哦啊，随便整了一点。哎、你们吃了没有？我们吃了，你们吃，你们来吃。好嘛，好嘛。我自己来，谢谢。那就将就吃一点吧。嗯，好。不要嫌弃哈。哎呦，怎么可能会嫌弃呀、啊？哎，你坐近点来嘛，他们看不到你，佳薇。好。他们想看到你。嗯、我们两个在这吃播，他们会不会想吃？哥姐叔叔、啊，你们想不想吃啊？嗯，你哥吃腊肉啊，自己捏。哎，你堂哥还是挺好的，他给你做饭过来。堂哥，谢谢你哦。哎呦，你妈妈轮你。啊？
你妈妈弄的，喊我给你整过来。嗯，好的好的，麻烦你了哈，还专门给带过来。嗯，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叔叔阿姨们，你们知不知道佳薇是什么民族的？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什么民族的呀？知道吗，哥子帅们？放在地上容易凉是吗？没关系的，哥子帅们，我们都习惯了，主要是放地上方便省事儿。嗯。不知道呀。来，知道的哥姐说们把佳薇的民族扣在公屏上，让不知道的哥姐说们看一下好不好。我之前有跟你们讲过，你们关注了佳薇这么久都不知道佳薇什么民族呀、啊、对，他是彝族，彝族。我佳薇，我们哥姐姐，我们把佳薇的那个佳薇，我们可能两三天了，我们就可以回我公司里面去了。两三天。对呀、啊。好。两三天就回公司里面了。回啥子公司哦？啊？哦。佳薇回啥子公司哦？堂哥，是这样的，就是，佳薇的话就是，他要去我公司里面嘛。那肯定不得行噻，他屋头弄到火了，干。啊，龙洞花楼要干是不是？佳薇，你要出去吗？哦，不是。你要给他出去吗？对，我们说好了给他，就是啊、对，这个是你孩子，对啊。嗯，对。哦，不是。我二伯伯的孩子。二伯伯的孩子，大的那个是吧？哦，对，就是我已经给你那个小叔，哎，小叔子吧，小叔说了的，已经说过了的。这肯定不得行哈、哦，这、啊、他出去肯定不得行，他屋头的花楼弄多了，是不是？嗯，就里头干活的就他一个人，咋可能出去得到呢？佳薇啊，他说家里就我一个人干活，我怎么能出去？肯定是不得行的哈。你先坐。不是，堂哥，佳薇，我们已经说好了的，他要去我公司里面上班，因为你看嘛，他毕竟是一个大学生，你看他在家里面，对不对？一直也没有什么发展的就是前途呀，对不对？所以我要带他出去嘛。不行，他这个出去的话肯定不得行的。不是，我已经给你叔叔说好了。哎，不行不行。啊？不行，那你看那妈妈，那妈妈那个身体不是很好，所以他出去肯定不得行啊，佳薇。哎。哎。他就待在屋头。对，买点那个把东西背到街高去卖哈，那些还是可以了，何必要出去呢？佳薇啊？不是，连我读这个书也没得啥子意义了，不是吗？你读书出来嘛，也不是说，哎，现在出去打工是不是？你要跟他出去肯定不得行的，在屋头就你一个人干活了是不是？肯定出去不到噻。不是，堂哥，我先跟你的叔的那个叔叔说好了的。对，我是拉出去，我是肯定不同意的。啊？我是不同意的。不是，不是，我真的我哥姐是说没，就是我想把佳薇带去我公司里面上班嘛，因为你看他毕竟是一个大学生，他一直都在这个农村里面，对不对？干活，我觉得没有什么出路。所以我想他带到我公司里面去，你们同不同意呀、啊、哥姐叔叔阿姨？刚刚给他的叔叔是说好了，他叔叔同意了，就是他的堂哥说是意思就是哦不同意嘛。我不知道，我也要看你们哥姐姐，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啊，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同不同意？我这个我拉佳薇出去我是不同意的哈、哦。
啊。那这些东西他要背到街高去卖，是不是？就屋头就他一个人干活喽，这些东西他不背去卖，是不是？哪个来去卖嘛？他妈妈又不方便。不是，堂哥，那个农产品是我们可以卖，我们说了，我们差卖的差不多，慢慢卖就行了，我们可以卖完。还有你那个柴，柴，我们也说了，我请人帮忙来干，已经说好了。这个不用，这个不用你，这个不用，这个我们一个慢慢整就可以了，叫我们慢慢整就可以了，这个没必要的。不是，堂哥，你这样就不对了。你看，佳薇她一个女孩子，你们什么事也不干，对不对？让佳薇一个人去干，对不对？她是你的堂妹呀，对不对？这样的话，堂哥你真的就不对了。因为我想把她带出去，我又不是说带出去干嘛，我说了让她找个好的工作，工资高一点的。她是读书过的，对不对？你不可能一直把她，哎，关在这个农村里面，她没有什么发展能力吧？哎，不行，肯定她出去我是肯定不同意的。就屋头就知道他一个人干活喽，那走了哪个干了？那妈妈又干不动，哎。哎呦，不是，堂哥，你这样的话，他是不是你的妹妹？是我的妹妹啊。是你的妹妹的话，你应该让她，对不对？让她越来越好。你不是说让她去一直干活？他走了哪个来干活了嘛？就过了哪？我肯定不得干啥。不是，好呀。我有我自己事情啊，我有我自己的事情啊。哦，你这样就是真的，堂哥。那叫我走，屋头的活哪个来干嘛？不是堂哥，你不是这样的，真的。我，你这样的话就不对了，对不对？她是你的妹妹，你应该要为她着想，知道吧？我是为她的这个家着想，那走了哪个来干活了呢？你意思是？你们家里面什么人都不干，就他一个人在干活。哦，那妈妈又不方便。我们的话，我们有自己的事情干，是不是？没事，不要跟他说这些了。哎，哥姐、叔叔阿姨们就没事的。佳薇，你就这样子，你出去是不肯。